师傅这两年录音和博客来信陆续看到听到一些师兄已经一世修成，或是梦到修到菩萨境界，或是证得几地果位，我们看的也很受鼓舞。心灵法门真的太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世修成，师傅多年来弘法付出的心血也得到了回报，陆续收获一些早期播种的果实了。这些师兄可以跟着师傅回去了，但他们大多还想继续留在人间帮师傅弘法，请师傅开示一下这部分同修在以后修行中。 应该更加关注哪些方面呢？关注学大乘呀，救人呐、啊。他们这些人应该修成了已经有果位的话，应该已经脱离，已经不是小乘了，已经是做大乘了。要要要集中精力要渡人，不能走偏差，不能再为我自我，自我的话又会退转的，明白了吗？嗯啊。